进来干啥呀？今天蹲的马萨贝里 ，first of all 呗。哦，我蹲的马萨贝里蹲你呢。蹲的 cut me the medicine 马萨 ，my wife Jennifer this one。哦、oh, ，fast back。哎 ，fast fast back。哦 ，drink my medicine。哎 ，drink my medicine。哦，妹妹 follow you。啊。妹妹马球马球。啊，好啊。Why pay? Here pay for why no turn the hospital? Hospital too much money. Too much money. 哎呦，真会省钱啊！他说他媳妇儿肚子疼，他要去砍点树皮给他媳妇儿煮水喝啊。然后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呢？他为了省钱。这，走吧。走吧。让咪咪 drive car 啊 ，Matthias 呢？Vivi together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其实吧，我屋里是有药的啊，但是我就害怕给他们吃一次嘛。你说下一次呢？啊，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有啊。再万一吃我这药吃的，以后他们那药不管事了，那也麻烦啊。跟着他一起去看看吧，走吧。啊，去马球马球。啊，走啊。走走走。走吧。木头头。对。瓦皮。摸家口摸家。哎，摸家摸家。哦。木头头给我指路啊，找到那，因为他这个树，他不能随便砍啊，他是有那种特定的树的啊。我们去找那种树。到了，我去。嗯，走啊，走啊，走啊 ，follow you。这来哪儿了？这是来到这个一个小村里面了。喂喂，哪句啊？哪句啊？哎呦喂，真的是他们来这个城市的时间比我短啊，但是呢，知道的地方比我多啊。我就知道那几个地方，你看他们这小村小巷子里啊，到处都知道，太厉害了。喂喂喂，在哪儿啊？瓦皮。黑呀、啊。太热了喂。这太阳都慢着摇头，这太晒了啊。你看看这儿啊，来砍个木头啊，还得翻山越岭啊。而且这太阳很毒的，这晒黢黑啊，太不容易了。到了 ,this one。This one painful drink 啥吧、嗯、这个就是这个树，他说泡水用水煮了喝就治肚子疼啊。他们这是马赛人的土方法啊。也是啊，你说这个砍这个不花钱啊，你要去医院的话，你在这边少说得几十块钱你得花了啊。所以说当地人很多大多数人还是没有这个足够的经济实力，有这个条件去医院的啊，还是说这个土方法比较好。Good wife、嗯真行啊，你们是神农尝百草啊。对，多砍点多砍点，反正这儿不花钱啊。哎呦喂。All take. 嗯，就是老老的。行啊。你想多么多的地方。多么什么多的呀。嗯。This one free, 哈 ,no money. 嗯。对，这个是免费的这个树。多么多的地方。嗯，他们特别喜欢这种树啊。啊，这种树也比较难找啊。你像在他们家那草原上好找啊，你像在这种这个市里边就比较难找了啊。你看这都上犄角旮旯里来找的。撒完了，撒完了，走吧，走吧。妹妹推那牛吧，咕噜咕噜。啊，走吧，走吧。这太偏僻了，这个东西拿回去煮水给他媳妇儿喝，治肚子疼。给大家看一下啊、哦，翻山越岭的就来为了弄这一根棍儿啊，这上面有很多刺儿的，木头都给它削掉了，给你吧。给我羊，哎呦喂，弄啥吧？咪咪看，弄啥吧？这还想着这砍点这个给羊吃呢啊，太会过了啊！我那车成了货车了吗？你以为？他们这边人也是啊，就是说生了个病，基本上能用土方法解决的。就先用土方法解决，实在不管事了才会去医院的啊。综上，今天看病，取药材总共花费0元啊，除了我的车费以外，啊，回家让他煮水，让他媳妇儿试试，不管用的话我再给他药吃啊。回家的路上碰见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啊，结果把秀才忘了啊，那秀才放学了，你看秀才他妈和我家保姆过来接的他。你看，秀才看见我车了，上车啊，秀才。秀才呢？走，来，都上车。这家伙，这光出去了，把人家秀才忘了。放学了。到家了，看看Selina怎么样了。啊？嗯。Here, painful。给你吧。来。煮水吧。没事 ，give you medicine。我家奶妈在这儿做饭呢啊，你说搅的是当地的就玉米面啊，五咖喱的，你看这咔咔一顿搅啊，
加固五咖喱啥吧？这个五咖喱吃了饱腹感特别强啊！等奶妈搅完五咖喱再煮，再把这个药给它煮上。你干啥呢？加固。加固。嗯。这是碗皮皮。嗯，这是中碗怎么做的？哎呦喂！加固这是碗啥吧？哎呦喂，他那直接干嚼啊！这是碗弄啥吧？这是碗没听谁啥吧？啥吧 ？No。嚼当口香糖嚼啊 ！No，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美女 No。我想搁这。No。logo， 你看，大家一起来闻一闻。哦，哦哦，真是哦，真的。可以啊。哇塞，好浓重的药味啊，好厚的树皮啊，哎，啥吧，啥吧，哎呀，一闻这个好浓重的药味。哎呦喂 ，this one no wash wash。no， 啥吧了？哎呦喂，夸夸就行了啊。哎呦，在这你看他把这树皮切成一段一段的，在这夸一夸，把表面的污渍给他这个夸干净啊，啊就这，嗯，夸一夸，你看啊，这都土马是哪个哪个喂，木头头，哪土马？啊？哪土马？啥话？这是吗？啊？橙汁干了。哦，他把水弄进去以后，接着就变黄了啊，我感觉这里边的精华就是那一点点土，那土是精华呀。嗯，发死发死！我把这个炉子借给他们了，要不让他用那个炭炉子太慢了。巴豆微微给我咪咪开刀狗咪咪踹。嗯啊，中国人不错的这算。哦。哎，这算发死赚的了。哦，这个也治。哎呦喂，这个树皮是万能的啊！他说咳嗽的时候喝这个也行。哇塞，我一会儿尝尝什么味儿啊？哎呦喂，真会弄啊，还得过滤一下啊！给我咪咪开刀狗啥吧？哎呦，他说好了，你看这。这就是马赛的原始药材啊，用树枝子煮出来的。你看这嘎啦嘎啦的。哎，撒完了，干啥呀？弄弄弄，撒完了。咪咪打压力，尝尝我尝尝啊！你快给我外敷吧，给我外敷啊！秀才，我来品尝品尝你们的马赛 medicine 啊！我尝尝，我尝尝什么味儿啊？没有味道啊，就跟喝茶一样，这就像。就是比较淡点的那个茶叶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哎呦喂，哎，这非洲大草原里的这东西是好啊。这里给刀狗。哎，真给刀狗。啊，哎，母猪里母猪里 ，same same 菜。啊。哎，跟茶一样啊，你看它在这凉一凉呢。啊，现在呢还得这个喝之前必须得过滤过滤啊，要不有渣子呀。但是那个灰尘也过滤不掉啊。嗯，喝点这个马赛土药就应该能好啊，一会儿看看它有没有效，没有效果。哎 ，if drink 马赛 medicine no sawa， 咪咪 give you medicine。OK。啊。Selina， 喂喂，sawa了？sawa了？哦，这开刀过 sawa。嗯，管点事啊，管点事就行啊，这都能砍，这是妮妮。啊？这是地瓜吧？哦，撒黑的马一杯，行，这个管点事的都是说话都挺利索的啊、哦，行，撒吧撒吧，哎，这药还挺管事的嘛。